骑行天下，其乐无穷。各位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顶级赛事文评论道。今天的节目里呢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鲜最精彩的围棋对局。下面我们就请上两位讲棋嘉宾。各位骑友大家好，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在这儿相会了。这个金立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的第22轮最后一轮，这个棋是非常精彩的。那么在介绍这个棋局之前呢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，小杜，你给大家自己介绍一下。棋迷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杜雪文，业余五段，今天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欣赏十月对崔哲翰的对局。好。小杜，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啊？我是四川绵竹的。好，四川绵竹，那实际上跟我是老乡了啊。嗯，我是个老四川。我们现在就来看棋吧。这个崔哲翰是黑棋。小杜，我们来看这个棋哈。嗯，黑棋崔哲翰走这个，白棋走这个星位，黑棋走这个小目，白棋走这个星位。这些布局呢我们大家都会啊，见得也很多。我来摆这个，他来挂，他小飞，这个都正常吧。他一飞，然后黑棋下一招左上角挂，然后白棋再飞，是吧？对。然后黑棋加。王老师，这个布局最近特别流行。是是是，他主要就是是不是挂一个为这个加工做准备？他想要在这一带形成外势，是吧？对。形成外势，然后和那个字有配合，最近确实比较流行。那么白棋下一招尖，因为这盘棋啊，他现在下成这样，结果究竟怎么样，我们还不太知道哈。他后边的故事太多了，所以续盘阶段呢，我们就这个快马加鞭啊，就不纠缠了。他一尖，这是定势，然后他再一扳，这个。小杜啊，下成这样是不是主要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有个曾子问题吧？对。曾子不利被白棋跑出来了。对，曾子不利你吃，被他跑出来了吧？嗯。那么你就不能这样下，跑出来黑棋就有点毛病，是吧？嗯、但是如果你曾子不利，你又下这个呢，他这个外势的强度就要差点意思。差点意思吧，以后就有点薄位。所以他先决条件一定要能够争掉，争掉呢黑棋是形成了外势，跟这边有配合，跟上边有配合，但是上边该白棋先下，是吧？嗯，所以下一招十月下这个也很好，黑棋下一招自己补一个。你说这招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走这边的话，白棋就可以接近。对对，这样这个曾子就不干净。对，是吧？嗯，所以他这招棋本身呢，勉勉强强算一个大场，关键是把这个曾子就干净彻底的补了。如果你再要跑的话，两种曾法，一个是这样曾，还有一个往下边曾，是吧？对。所以他这个防曾比较厚的一招，白棋下一招走这个，黑棋下一招挂，这个都正常吧？白棋下一招小飞应，十月应，黑棋崔哲翰。左边猜，左边猜这一招是续盘阶段呢。如果说这个定型是最近时髦的下法，就像刚才小杜说的一样，这个猜呢稍微就是第二个可以稍微说一说的话题。这个就是，这招棋是一个比较有典型意义的，我想把它称之为鼓励流的下法，就是鼓励九段。最早在这样的格局当中，因为过去一般都是要么猜二，要么先飞，是吧？鼓励呢，他反而下了一个非常空、非常虚的下法，这样变化很多，可以称之为鼓励流。现在呢，崔哲翰也用了这一招。那么白棋下一招盖住，把这个地方走好。黑棋下一招挖。接下来白棋三路断打，这个变化你以前见过吗，小杜？见过。见过啊。嗯。嘿，你都见过啊。见过，就有一个逼，然后打了顶的那个棋。啊，那个变化哈。对。那么白棋这招棋你见过吗？这招。也见过。也见过吧。这招棋算是本局到现在为止的第三个话题。过去呢，在没有这招棋之前啊，实际上下成这样，一般来说是白棋比较辛苦，因为断点有点多。
黑棋容易借力，所以如果是白棋增子不利的话，这个下法是没有的，这样你可以争掉了，是吧？对。但是后来呢，年轻的高手们下出了这一招。这招棋我最早见呢，是见长浩九段下出来的。我最早见他是在大赛当中下出来，但是可能在国家队里呢，他们早就研究过有这个下法。哎，我最早见是长浩下出来的，这招棋很有意思，很紧。由于有了这招棋，在黑棋挖的时候，白棋就可以断打。接着我们看，崔哲翰下一招棋是教师，白棋立，黑棋在长，那白棋在弯吃，黑棋下一招靠，接着白棋团。就这盘棋可以说第四个故事要从白棋这个团开始。你觉得这招棋怎么样？很有力量哈。小杜一看觉得很有力量，各位一看也知道，他把肩膀一拱，要把人家拱断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这招棋呢，是不是很有必要？我有点怀疑。因为我们十月的棋呢，它是力量很强嘛，哈。崔哲翰也是这样，开始呢，大家还是温文尔雅的布局，那么下到有可能，这个在十字路口可以选择的时候呢，他就有可能选择的时候就要选择很厉害的。小杜，你下棋你的棋风是什么？我的棋风比较稳健。比较稳健，你喜欢这个大砍大杀吗？喜欢，但我计算不行。计算不行。我的计算也不行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招棋是最正常的、普通的。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。黑棋是不是要退啊？你不能挤这个吧？挤这个不是帮人家忙吗？是吧？你肯定要退嘛，你退他再爬。我建议他这样下，就这样下其实蛮不错的。你不是不是要走这个？他说可以先搬一个，试个硬手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要吃我？那我就胡。顺势把脚给补。对，你是不是要吃这个？脚上来将来一藏一点，有一些关子。对。但仅仅是关子。当你吃这个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增子是谁有利呢？显然是黑棋有利，是不是啊？是黑棋有利，但黑棋有利我就不行吗？不一定啊，我这引个针呢、啊，这是不是也可以啊？是吧？对。那将来还盯着这个家。这个是一个内容，但是摆出这个简单的下法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？我就觉得十月啊，我们的十月是优秀的，就世界最优秀的年轻棋手之一了。对，他力量很强，但是就像之前我们在这个棋局介绍当中给大家说到的那样，现在我们中国的年轻职业高手当中，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有这样力量的棋手很多，你同意吗？对，很多是吧？你给我数几位出来。年轻的，范廷钰。姜维杰。陈耀烨。周岳阳。还有数不过来了，省略号哈。省略了，有很多哈。太多了。那么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说，他们力量都很强，但是呢，有已经有一身武艺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能够再全面的丰富自己的话，那就如虎添翼，那棋就更好了。对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好，了解了这个简单变化，再来看他们实战这个下法。他这个靠，马上就团，很有力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团这个棋子它的形状的张力啊，就不见得最好，就是这么一个状态。白棋黑棋当然是挡住哈、白棋咔嚓一断，黑棋当然是跳，黑棋当然是跳，让白棋搬二路。这个是十月做过这个相当周密的计算，然后这个靠，这是不是手筋啊？是啊。这很漂亮啊。黑棋当然下一招必须要出头啊，就要吃，然后他再一长，好，发现这儿要吃，是不是黑棋崩溃了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下边他叫吃，这是好手，白棋搂打。这个当然对于他们高手来说，都也就是算得很清楚的。小杜摆下去，提掉，叫吃，接上，然后十月把脚上三三一吃，那个子吃掉。看起来这个地方，白棋完全没有毛病，可以吃掉，
中府这三个黑子，包括这个吧，是不是啊？下一招你要断吃了。嗯。但是小邓，你看这个棋形，好像黑棋是不是欠一招棋啊？嗯。所以看上去好像黑棋不能兼顾，那么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接着看，他叫吃，白棋提掉，黑棋再叫吃，白棋接上，黑棋要补一招，这一补他罚占，立二拆三，补的还可以是吧？嗯。当然，白棋十月就把这个吃掉了。王老师，感觉这进入战斗以后，两个人都下得像很必然一样。嗯，对，很有逻辑性，是吧？嗯。你来我往，每一招棋都不能错，下出一个结果。这结果你觉得谁好？各位觉得谁好？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我就看到我们这个屏幕下边飞的有字幕，这个就是我们新做的一个内容，这个围棋直播节目当中一个内容，就是一些棋友啊，我来看看啊，他们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形成交流就好了。是说到崔泽汉、棋锋彪悍，素有牛犊三人帮之一之称，十月棋锋稳健全面。哎呀，这个是哪个棋友说呢？属于新生代棋手当中的佼佼者，西洋曲江队面临保级危险，而贵州百年队有可能夺冠啊，这个说得很清楚。这场关键之战啊，主将之战碰撞出什么火花呢？他这个问题当然不用回答，我们待会儿顺着这盘棋看下去就知道他是会战出什么样的火花，就像钢花似箭一样啊，非常精彩，非常好看。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，在保级的三支围甲队伍当中，都有中国围棋的未来之星。如果不幸降级，缺少围甲联赛这个最佳平台的锻炼，那么对他们的晋级状态的保持及个人成才是否有影响？你说有影响吗，小杜？非常有影响。非常有影响，是吧？对。如果不能参加围甲，你肯定很了解，棋手不能参加围甲，一年少下22盘硬棋，是吧？对对，状态的保持。对，真是有影响，这个问题是很显而易见的。好，我们就回答两个这个问题，待会儿有字幕飞出来我们再聊哈。我是想这样给大家报个，这个比赛啊，咱们金立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啊，其实呢夺冠军夺亚军是有区别啊，降级和不降级，这个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，是吧？对。关键你第二年想要去打的时候啊，那个围乙赛场好像也非常刺激，血雨腥风的，你说呢？嗯，感觉比围甲激烈多了。比围甲激烈多了。嗯。所以希望这三支队伍都不要降级。但是不可能啊。对。行，我们接着看棋。接下来的故事非常好。下成这样之后呢，哎，刚才我们有一个问题说谁好，你回答了吗？白棋还可以。白棋还可以是吧？嗯。白棋还可以，小杜有点自信不够啊，他说白棋还可以吗？白棋还可以是吧？行，你这回答我很满意。我们接着往下看啊，下边一招棋崔泽汉走这个，然后白棋拖这个，因为这个模样比较大嘛，黑棋退一个。就是这招棋是我这盘棋最想给大家报告的，这招棋。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些优秀的战士啊，他们是什么呢？力量很强，就相当于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去探险，要去这个爬山。做驴友去爬山去是吧？你说如果是深更半夜的你进入山区里头啊，你是不是要带一些东西好？那么他们呢就说我武艺高强，我身体也好是吧，我脑袋也清楚，我什么都不用带，我只身就可以去玩了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你们在探险在爬山的时候啊，其实你带点东西啊，你如果能够背的话，带点东西又不麻烦，比方说背点水，背点干粮，你说呢？或者最好是背一个帐篷。他什么都不背也行，因为他武艺高强嘛。可是我的意思是，如果背一点更好。那么结合到这个棋，我想聊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小杜，如果你认为这个白棋好，这个地方好，你是觉得白棋还不错是吧？嗯。那么你白棋啊，就不要在这边下那么黑呀、啊。你下那么黑，你逼着人家来吃你。如果人家吃得着你，你刚才的优势不是没有意义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职业高手，我很希望他们能够考虑一下。以前我有一个表达方式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根据形势的需要来做出我的选择，就是我如果刚才形势好，我现在选择的时候就要稳一点，就要控制一点。嗯。如果我刚才不好，小杜，我现在就要跟你拼命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下棋是不是应该这样？对。你不能说我不管我开始优势还是劣势，我都是下最黑的，这样也可以，
你看十月这个就最黑，优势劣势都下最黑的，当然也可以，但是不是意味着你刚才的优势是没有意义的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啊，我非常想聊一聊啊。我建议他什么呢？这个其实如果白棋认为是自己不错，其实我认为啊，我认为是黑棋不错，但十月不知道他怎么认为的。他这个适应手的方式本来是这个最好，你先搬小杜，他搬你现在是不能顶了，是吧？嗯，因为他留有一个活棋，他不走了，你很讨厌，你觉得呢？嗯，哎，所以你肯定是这个，你这个他在走这个，继续问你，你要煎这个他就走这个，你来吃吧，不好吃吧？对，不好吃。哎、给大家摆个示意图啊，你这个当然他就打劫了，所以你肯定这个他就挤，你再一接。他这个头一探出去你怎么吃啊？也可以吃，但是这个强攻它的力度和后来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你觉得呢？这黑棋都分开了。嗯，你看，你比方说你这个，他就这是不是不好吃啊？不好吃，不好吃，头皮发麻。而且他既有挡的先手，这先手一只眼，待会儿有需要这个还是先手？对，这不好吃吧？嗯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我觉得同样是试探硬手啊，不要那么黑。我主要看见，因为十月它力量大，但是力量大，你有的时候你力量大，你进深山老林去啊，你背壶水还是好的嘛，是不是？带一个毛巾总是好一点嘛。他什么都不带，他就说我不怕，我哪儿都可以去，你有本事你来吃，是可以。那你刚才那个优势，刚才的努力有什么意义呢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思考。你看十月走这个崔泽汉这个赵棋一退啊，那么。他其实现在下这些也可以考虑，就这些棋来、嗯、来这个声东击西、嗯、啊哈，来散兵游泳，做一些打游击的下法也可以。他非要这样撅出来，结果被人家一夹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关键是这样一来，我就觉得啊，整个这盘棋它的故事、啊、突然之间变成什么呢？你这块被人家吃掉就下完了，你活了还不一定赢，是吧？对，关键是那你刚才这些下的那么顺溜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这个，哎呀，反正我看到觉得有点哈，希望十月他们以后更全面，你觉得呢？嗯、这样行吗？非常好，非常好哈，啊，非常好。我们接着看啊，有这些话题就行了。然后我们接着看，靠，这个崔哲汉当然是搬，十月再一退，这个要挺头吧？对，嗯，白棋好苦。白棋好苦，但是下一招棋，白棋下完了之后啊，因为现代棋啊，它就是这种情况啊，经常有这些尖锐的问题，就是你形势很好，你模样很大，我扔一个棋子进去，你吃得着你就赢，这会儿就要比计算，是吧？对。小杜，你平常要做死活题吗？做。要做啊。嗯。你很喜欢做死活题是吧？不喜欢。不喜欢做啊，死活题很麻烦啊。但是不喜欢做死活题，如果你是不是还想下围棋想进步、嗯、在北京现在干什么？我在道场练习。练习哈、啊嗯、想进步吧？对。想进步，那你还是要练练死活，是吧？嗯。那像这种问题就是死的还是活的？那么如果刚才白棋觉得他形势不错，十月下成这样，如果他认为他不错的话，就不要就何必呢？非要来摊牌？嗯。你看，接着看起来很苦，但下一招棋非常见功力。其实下成这样之后啊，黑棋如果功力不够，这棋也很难下，因为白棋盯着一个这个小杜，跳，是吧？当然这个也有。总之这个地方黑棋就需要走一招棋，但是他走哪儿这个很难受。我们看到崔泽汉这招棋，发现他崔泽汉这些地方他的力量是很强的，他下一个这个。你看这个补得很难受吧？嗯，是吧？他这个叫反以当真，一招进，就是一招棋给他走进，不给对方借力。如果你走这个，将来都有可能有借力。嗯，有可能有借力。他这个是他以为最干净的一招。好，我们看十月，他必须棋松断出身，他要走这个。那么黑棋退，这招棋也经过了相当多的计算，本来是不是想打吃这个？是吧？嗯，这个打吃也大吧？想打吃这个，结果呢？崔振汉经过他的计算，他发现要下这个，那么白棋十月这个又是轻飘飘的一手好手。这会儿双方就要比力量，
那么下一招黑棋尖，这尖的时候不能挡吧？被断死了。被断死了吧？只有长，对，那么他一冲，只有长，就是当黑棋下一步再冲的时候，小杜这个行不行啊？好像不行的。不行。是吧？叫吃，焊接。对。下面活了，白棋死了。黑棋活了，白棋死了。黑棋不活，气也长，那么白棋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哎呀，真是在，夹缝中求生。对，夹缝当中杀出一条血路，但是很苦吧？太苦。太苦哈，黑棋提掉，白棋再拐，黑棋再长。好，下成这样，下一招，因为。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要补一个啊？你解释一下，小杜，为什么白棋要补一个？不补行不行啊？不行。啊，怎么走呢？黑棋。挖一个。哇。好棋，挖一个好棋。这个挖断了，大尾巴狼，这个掉、大尾巴狼丢了是吧？那么要补，这个地方还要补了，这个棋实在是太苦了，太苦了。我们可以简单判断一下形势，没有非常准确的数字，就是说刚才白棋这个为什么没有必要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投石问路啊，留有余地。下成这样之后，由于你每一招都是里和外的交换，黑棋外边形成的势力，将来中盘到收官总是他有利益的。而你呢在里头都是单官，所以这个每一招下下来交换都是亏的。下成这样就算能活是不是也不便宜啊？对。是吧？那么要判断形势的话，会发现白棋这一块呢一数，就不挨着数了，大体上30目左右，这个地方呢是不到10目，40目，这个地方是10目以上，但是要看周围厚的情况，也就50目左右。黑棋这块如果要算起来已经是15目朝外了，周围有黑棋后势的呼应的话，就20目没问题了。20目这个地方35目没问题，这个地方贴着总是有5目，40目没问题。然后最后一招他下到这一线的时候，这个地方黑棋可以成大空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吃不着也是黑棋不错。因此我觉得还是回到刚才那个理念上去，有的时候这个棋不要下得太狠，没有余地，不给对方留活路，不给对方留余地，是吧？对，你要谈判嘛，你不能你一口价，你说了一个什么价就是什么价，我一拖就给你掏光，是吧？太黑了吧？对啊。很好，我们接着看，但这盘棋故事非常多啊。就像刚才说的一样，重复一下。如果贵州队，很顺利的全取3分，在重庆队马失前蹄的情况下，贵州队就可以夺冠。而且贵州队在围甲赛场上啊，在我们金立智能手机杯围甲赛场上已经好几次都是亚军了。是吧？对。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很强的队。很强的队，但是一直就没有爽过，他要得冠军他才爽啊。对，是吧？所以贵州有这个希望吧，但西安曲江怎么能降呢？这降主谁都受不了啊，所以这回不管怎么着，最后一轮崔哲翰来，他不是每一场都来的，崔哲翰，但这一次呢是要这个要擒王了哈、要救主了，所以他也来了。来了，如果他们能够获胜的话，能够保级多好啊，是吧？双方都是志在必得。行。看这个啊，他补了这个，那么下一招崔哲翰飞风，白棋十月拐搬，接下来这几招棋交不交换就是神仙都不知道了，不知道应不应该先交换一下，这个不见得便宜，不一定便宜。十月呢就选择了这个吧，88、89没有，先挤这个90，黑棋91补了。这个地方如果它这个是假眼，这是假眼，但是你当然这个不能挤了。这挤一接这儿要补棋，是吧？对。如果外边你不补呢，那么它就至少以后有这个跨了吧？你现在要吃它就不行了，吃不着了吧？这个吃不着了吧？吃不着。这味道不好啊，有断吃，是吧？所以他这个挤得很难受。那么崔哲翰很鬼，你既然损了，他就补在外头。好，现在他就必须要来做活了，先爬一个，你在挡上，
下一步再加，这个是好手吧？就做眼而言是好手吧？对。如果走这个呢？死了。死了。你这一接，哎呦，这个地方还欠一招棋，所以这招是好手，可以做活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，当被黑棋猛攻，形成这个态势的时候，就算能活，也亏了。亏飞了。嗯，亏飞了。就要吃。没有亏飞，但是亏了。接上，你提。这个要提吧？是不是啊？嗯，要提黑力。接。做活了。做活。这个必须要做活，哎呀，连这个搬都搬不到，是吧？这搬人家一挤，得出事儿。好，活了。接着我们看下一招棋，黑棋是走这个点啊，这招棋也很好啊，点的。行。那么白棋下一招靠。来，小杜，那个棋谱来了，拿一下。靠。好，黑棋尖。来，给我一个新的棋谱来了哈。好的，好的，好棋，行，放在这儿。现在这个问题在哪儿呢？就是黑棋点入这个的时候，白棋，我们首先看它，因为这个子被割下去是不是太大了？它最简单的一贴这个地方是不是太大了？是啊，贴着骨头边都有肉啊。那么白棋要走，但是走这个好像还不行。走这个你走什么？你觉得黑棋走什么？看小杜下什么啊？搬，哇，这个搬，你的棋很厉害啊。嗯，这个搬也可以，这搬也可以啊。你要断了打吃一藏也可以，是吧？嗯。所以直接动呢，白棋这个不好动，因此十月之下走这个。下一招就是一个分水岭，这个地方崔泽汉啊下这盘棋，我发现他也是，哎呀，本赛季啊最后一场比赛他也是全力投入啊。这个棋我觉得小杜你说单长一个行不行？单长没有，单往下边长，这个行吗？行啊，这个也行吧。啊，我觉得这个也行，其实这个也行，你必须要挡吧。嗯，挡他不理了，不走了，贴起来，对，贴起来最普通。然后要追求变化，可以下这个，这个也是很有劲儿的，是吧？如果还嫌这个精力用不完的话，还可以走这个。有的就是扭断之后寻求借力，是吧？比如你打吃藏了，他从这儿哗啦啦打出去，摆一个图给大家看看。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个精力啊浑身有劲儿用不完，那再吃，你尝。无论你接还是搬，它都是这个，是吧？嗯。再吃。再藏，再把这个冲下来就行。你吃这个，他把脚上吃，是不是这也是一种转换？是，这也可以的啊。行，当然最朴实的呢，你就是大概是下这个是可以。要财迷一点呢，飞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。呀呀，现在还搬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你觉得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哈。嗯。那么崔泽汉这儿他下了决心，他下的最黑，就是说他们高手之间啊，像崔泽汉和石月他们彼此都很了解，崔泽汉是算石月的老大哥哈。嗯，那么很了解，就是你强我更强啊，就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一丈很配合，他下的黑小尖。可是我觉得黑棋稍好，假如让我提建议呢，我建议黑棋可控一点，还长一个算了，就刚才这还长一个算了啊。好，他一尖，十月很高兴，你来得正好，就挤。黑棋挺头，白棋叫吃，哇，这个万万想不到，你看他双方都很黑，他尖这个，他这个尖对上边他是在想什么？如果条件许可，想对吧？搬，哎，摆上去搬。小杜这棋也厉害是吧？除了搬，还有一招呢。拖，还有整体破眼的呢。整体破眼。对，是不是就一路大飞啊？嗯，
整体破眼，这一飞你整块这块棋眼位都不够。刚才是黑棋有，我们刚才算它15到20目的地方，现在不活了。现在不活了，这个局势符合十月的胃口，但是崔泽汉呢也不是说下了昏招，所以这个棋很精彩啊。我们接着看，他咔嚓，白棋这个必须出来吧？嗯。黑棋在长，很精彩啊。那么白棋必须贴，黑棋弯吃一下。这个你必须要硬，黑棋在搬，白棋搬，对，这个白棋当然也可以断，但是断呢，黑棋就借势出徐州，哗啦啦打出来就行了。嗯，你这必须要补，它尖三三，是吧？对。所以这个没有意思，十月只好搬这个。那么崔泽汉一虎，这个盯着这个断，你尖三三不行，尖三三这个棋够吗？刚才我们说的要算死活是吧？小杜，你算死活，你觉得谁气长啊？黑棋快。黑棋快吧。对，那你是不是要挡啊？这关系到好多气呢。黑棋走哪儿？打吃。接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现在可以数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上山打老虎可以数了。是吧？4对5。4对5。慢一气。慢一气。嗯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白棋啊，黑棋虎完了之后，他必须要补这个。补断。对。这一补，当下一招棋，黑棋尖到这。行，我们话题还是回到棋局。当黑棋下一招尖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哦，崔泽汉这块棋是被十月弄得有些问题了，但是整个白棋下边也全部都有问题。谁好啊？黑棋好。黑棋好。嗯、黑棋好。小杜说黑棋好，各位你们觉得谁好啊？但十月后来的力量是很强的。崔泽汉也很强。崔泽汉也很强，对。哎呀，很好啊，这个棋究竟谁死谁活，这个就看不清楚。该下什么？好，我们看白棋实战啊，因为他们这盘棋后来是天翻地覆啊。白棋压。对。崔泽汉这个扳较劲，这个有吗？有。这个好像也有。嗯。就走这个，你只要给我冲断，是吧？我就顶，怎么样？对。一走我就紧着气贴回来。就算你千辛万苦在这儿用很多手筋妙手把它折腾活了，黑棋一定是先手把这个一把卷光了之后，这再补一招就行了，对吧？嗯、对。这是一种。那么崔泽汉这个地方也下得很配合，他扳，哎，这样一来呢，这个棋变得有点复杂了啊。我们接着看，白棋十月扳，黑棋长，白棋压住，黑棋再长，白棋再冲。好，不知不觉当中，中间这几个棋子的气撞得比较紧了，那么他下一招要自补，补这个，十月再把这个补上。我们发现他气紧了，因此下一招对黑棋来说是必然的，一定要盯这个地方，要下鱼形。这个好形怎么样？扑打成一坨了。打成一坨了哈，这就我们四川话说的很传神的，叫打成一坨了。打成一坨了，就是这个，这个不行吧？嗯，不行。不行，不行哈、啊，这不行，打成一坨了。为什么打成一坨不好？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鱼形不好？气太紧了，而且没有美感。没有美感，气太紧了，没有美感。那小女孩说的是没有美感哈、啊。我给大家试着这样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团成一坨不太好呢？因为每个棋子啊，它要有能量，它这个能量怎么发挥呢？就是棋子之间合理搭配才能够发挥啊。没有效率。挤在一起的话，是吧？就不行。正如以前也给大家，就我们刚学围棋不久的棋友，我想给大家这样介绍，正如两个人要跟很多人打架一样，两个人最好的方式是背靠背。假如你要跟四个人打架的话，两个人背靠背最好。如果两个人面朝面，周围是四个人要打架，就没法打了， 对吧？这个就是鱼形为什么不好。可是凡事又有例外，在围棋盘上有的时候鱼形又正好是妙手，是吧？对，有原则，但是也有灵活性，所以围棋也很难呐。这个地方呢比较简单，它必须要避免这个鱼形。崔泽汉顶，
盯了一个。他甚至是这样的，他这个棋是这样的，走到这儿的时候他盯的，127128129他盯的，白棋接的，然后他再跳的，130。跳感觉很紧，不给他一个眼。不给他一个眼哈。嗯。下一招十月又下了好棋，就是这个棋我们现在来看呢，发现白棋这一串啊，周围你看这个地方好像是不是有点悬崖峭壁的意思啊？黑棋棋子是外势吧？是。然后白棋这一串棋子这个眼位不清楚啊，本来觉得很苦啊，结果你看十月力量强，后来很容易就折腾活了啊，就像这块棋一样，他这个力量强，如果力量不强的人，这块棋要被人家吃掉。下一招棋是值得学习的，这招棋是好手，十月紧贴是好手。黑棋崔泽汉下一招搬132133，对，白棋紧搬，这个就要使这个棋子的效率啊最大化。你下别的松了不好，因为它跟下一招棋是联系在一起的，啊虎，这样是不是稍微有点样子了？嗯。是吧，如果你刚才很麻木的用长这些的话，这个效果就差一些。好，我们看他们后边精彩的东西啊，可以走这个黑棋下一招点，白棋贴，黑棋下一招必须长，这个长呢本身也是先手是吧，39他40虎，黑棋41扳头。如果黑棋力量不强，小杜，你这块棋也有可能被人家吃掉，如果他从这儿能够杀出去的话，因为这儿太厚了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来，必须长，43，白棋下一招下哪儿？你说，各位感觉一下，这棋下哪儿？他要自保，那下的这个，44是吧？这样一来，这儿有眼了，其实这也藏的有眼。同时呢，白棋还惦记着这个啊，这一个扫堂腿啊，现在有这个东西，因此白棋这叫苦尽甘来。如果十月这个地方活得能够很怎么样，如果能先手活的话，这个棋就太妙了哈，这一飞就要整个吃这一块。但现在看看他能不能先手活，144黑棋145，崔泽汉把它断掉，这个断是防止这一线出现意外。白棋146挡，黑棋147，不是这招，下哪一招？因为下一步人家要拐下来，一般来说是这个吧，这个呢就是他是不是以后有这个，已经有一个眼了，哎，有这个，你接这一立，这眼位就出来了，这有眼。崔泽汉下的是这个，这盘棋是出两，跟这个一样啊，有两个。你看小杜发现了崔振汉又下了两招罚站的棋，把这个味道走得近，不让你借用啊，让你眼位不要做得那么好，这招棋凶狠。147白棋148贴，黑棋149长，这是必须的。白棋150扳接，扳接，这样下一步一路一扳，脚上黑棋也要死，所以黑棋下一招要补，补之前他先接，所以这个崔九段很狡猾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他很狡猾。我也下得出来。你也下得出来是吧？哦，行，各位棋友你们下得出来吗？来，他就兼顾了这个透点啊，这个大飞，但是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，白棋十月挡，这块棋活了。这个活得很有尊严，154活了，那么黑棋也活了，整个这一带的战斗可以说是双方都活了，黑棋的实地就外势的潜力被他拱掉一些，应该说白棋还有一点战果，所以我觉得黑棋在白棋盖的时候啊，这个尖啊还是下得太狠了，尝一个算了，你说呢？对。好，现在大家相安无事，算是都活了啊，更精彩的故事在后边来给大家看看。这个是他的权力，一冲一顶，白棋再一挡，黑棋再拆三159，白棋160，因为开始收官了，好像是
160黑棋，161扳，是应手。现在目数怎么样呀？目数怎么样？我们来数一数啊，他161提掉，这个必须要补。161162黑棋163，这招一走呢，为这个地方提供一些帮助，同时为接下来的收官创造条件。163，白棋164，我们看看164下哪儿去了？161162163，164扳，因为看着这一带的味道。黑棋165，哇，这个下的太鬼了，这好棋，这不能动，只能退。166167，虽然味道稍差一点，但是毕竟差不多进来了啊。嗯。行，我看，因为刚才小杜说要判断一下形势哈，167168169，退。判断一下形势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暂时双方都不算空，是吧？嗯。黑棋是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个它有个点接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就这块棋实木棋没问题。这个地方你一冲，它只能退，挖接了之后退，然后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这块棋12目没问题，这就22。然后呢，2、3、2、4、2、5、2、6、2、7、2、8、2、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，40目肯定是朝外的。40目你走一边，它有另一边，是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，好像黑棋50目实地是没有问题，这个地方暂时不算，50目实地绝无问题。白棋呢？白棋这个地方算立下去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3、34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，有点细。有点细。嗯。但是好像是盘面实目。对，黑稍好。黑稍好。就是大家都活了，居然黑棋形势还是稍好，啊，行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169，169，白棋170，这个要接上，不能让它度过。黑棋171，看上去就要收官了哈，是不是这样？170171，白棋是172，这个。鼓，这个能退吗？好像不能退，因为它有个断。断我。你接它就哗啦啦了，是吧？嗯、也没有打死，但是它就有很多借用，所以它走这个。这个地方是先手便宜。对，先手便宜。172173，白棋174次。黑棋175贴，就是说你可以冲，是吧？你冲它一扳、嗯，你如果要冲，它是不是有扳啊？你吃这个，它待会儿再钻这个，所以你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。关键是，如果刺的时候你接这个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冲出来。嗯，对，哇，小杜，你这个棋，啊，你的死活题做得不错啊。一打一冲要出棋，行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它只能贴。这棋仍然还是细啊，176点，这是十月的首金啊，这叫古时候对这个棋形诗仙下专门说过，叫台象生根，点胜托，就这个棋形当中点比这两个托都好，点好手，十月挡住。刚才我们把黑棋这一目都没算，实际上这黑棋有目。黑棋怎么着也有目啊，对，所以形势确实是黑棋稍好。176177，好，精彩的故事要出现了。178，这个这招棋一下就知道十月九段独秒了，因此他们这个拼杀的很这个惨烈啊。178179180断，黑棋181吃，172这个当然要接上，黑棋183。是吃还是退？脱先了。哎呦！哦，这个地方，这崔泽汉太较劲了，脱先了。十月是看错了吗？十月可能是看错了，就蛮尖一个是先手，
下一招断是你应手，但他我们以前也说过，是应手最担心对方的最强的下法就是脱线，他不理你，等于你让我表态。是应手的本质就是让对方表态嘛，你表了态我才好因动而动啊。他最怕的就是人家不理他，不表态。这个地方哇，崔泽汉这个太凶了，这个还要冲一下，冲挡上脱线。但是这个精彩的故事也就在这儿啊，183184185拐。这个棋呢，假如十月在这儿落于后手的话，其实崔泽汉应该走另外的棋。他如果走这个，他就赢了。他如果走这个，就肯定赢啊，因为这个本来官子就大，这招棋。嗯。好，他满以为赢了，结果呢，人家十月这儿是有些安排的哈。很精彩的故事，接着我们看点这个，对，很精彩啊，186187，他还在什么地方交换了一下，186187，最后这个故事我们给大家大体上摆出来啊，186187188189，对，哎，192193194，哇，这个地方居然还有个这个结，所以我们看这个围棋有多么有意思啊！十月的招式多啊，这个地方是个大结，这个神仙都想不到。好，一早一叫吃，黑棋一提，然后白棋这不是就有结了吗？是吧？说不定他是安排好的，他是故意的、啊，故意诱惑黑棋。故意诱惑黑棋，所以刚才黑棋那个要是立就赢了。嗯，然后。一提黑棋长吧，就是本身劫财先走掉，长提掉，白棋再以冲吃吧，长，哦长，这个劫财就有点像个劫财窝子，我觉得是吧？压住，206207，白棋一提，黑棋再一立，你立不立他都是走这个，反正你不入气就是打劫，一提，然后白棋再长。212，哎，黑棋是粘上的，是吗？没有，它是压的，是压的。212和213走的这个，把官子都捞进。对他这个一冲一打，这个官子太大。嗯。但是这个劫财就多了，是吧？嗯。打劫这个过程呢，简单说来也是，就是说崔泽汉呢，其实他对这个隐隐约约也知道，但是他在契合当中呢，他可能也觉得他不怕。打劫当中呢，过程当中啊，因为他这安排了一个连环劫，当然这个连环劫要付出代价，所以他的这个打劫当中的思想可能是呢，你走损的我就要完了待会儿我就转换，对，是吧？他可能有这个准备。但作为十月来说，我觉得这个拼得非常好，非常精彩。好，他现在一景气，黑棋就搬，白棋就挡，没有，白棋还黑棋没搬。下成这样之后呢，白棋是点这个，你只有冲吧。嗯。他白棋也获得一点官子便宜，白棋提过来，然后黑棋没有别的劫财，黑棋只有搬，那白棋挡住，黑棋再提劫，那么当然这个也是他的先手。224225，白棋226，黑棋只好227，然后白棋啊，这也挖打了一下，226227228，因为这个以下的劫增转换呢，我们就给大家等于写意提到就行了。他下成这样之后呢，黑棋提劫，这个就是连环劫了，是吧？这个连环劫就是你如果提这个，你可以把我这个吃掉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么我一提，我把脚上活了。全局从全局来看呢，十月觉得这个效率还没有最大化，所以他选择的是另外一个下法，他单接。那么崔泽汉当然现在也只能万劫不应了，这个棋。只能消劫了，因为劫财不够，一提，好，脚上一爬，结果把这个吃掉了。这个死活给大家摆一摆啊，这样一摆就差不多了。对，小杜你给大家摆一下。小杜，我觉得你死活做的挺好的，这一走吃掉了。老是讽刺我。我没有讽刺你，我跟你开个玩笑。行，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。然后形成了转换，最后一招是崔泽汉走了这个，是吧？对，这是目前最大的官子。然后
从全局来看呢，白棋十月下得很漂亮，居然把这块棋给它吃掉了。但是全局的控怎么样呢？这个我们看，开始吃这个，黑棋吃这个，白棋提。黑棋开始收官了。那黑棋收官，虎，对，黑棋虎这个，哎呀，虎这个精彩呀、啊！这样呢，脚上又有一个劫是吧？嗯。啊，这很讨厌吧？这一般你要屈服就到这儿，这个太难受了，所以十月不肯，因此他先走这个。行，这会儿叫黑棋，叫做二三八，黑棋二三九，把这个接上。这一节上面由于这儿有个断点，所以中府这一带的官子呢，白棋要付出一些代价，是吧？嗯、对。那么二三九，白棋二四零，这个又是岩石打将的好手，黑棋只好接上。这个官子白棋稍微便宜一点点，二四零，二四一，白棋二四二，顶。这顶当然你就不能冲了，对，你冲人家断是叫吃，是吧？所以黑棋只能提掉。白棋再把这个接上，这样它中间的情况好一点。黑棋下一招继续盯着，退。以下呢，基本上就是官子了。最后再摆两招，啊，幺四二四三，白棋二四四。后来是白棋尖，黑棋挡住，对吧？嗯，白棋下一招丁。这样呢，白棋保证这个断点和这个断点总能接一边，同时上边还有一个大官子，但是最后呢是崔泽汉九段是拖再接，把这个官子也收回去。那么下成这样的时候，白棋不能吃这个，吃这个因为他这个吃先手，他这个就断了。对。啊，因此他这个子等于已经接回来了。嗯。所以下成这样呢，全局仍然是虽然是细棋，但是是黑棋好，是吧？对。啊。局面也小了。局面也小了，那么最终的结果呢？是崔泽汉九段还是黑棋中盘胜，取得了胜利。感谢二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，我们今天的文评论道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。再一次感谢棋迷朋友的收看，棋行天下，其乐无穷。各位棋友，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